诗篇105篇第15节，说：不可难为我受高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好在一阵我哋讲到，如果我哋想学习呢一段嘅经文，咁何不我哋尝试去睇下呢位合神心意嘅大卫王点样去做好呢个题目？因为事实上我哋知道巴兰冇做好呢个题目，我哋知道亚拿尼亚、撒非拉冇做好呢个题目，我哋知道可拉一党系冇做好呢个题目。但喺圣经里面，我哋常常见到一啲嘅人佢做好呢个题目嘅喎。我哋见到约书亚做好呢个题目，我哋知道以利沙做好呢个题目。约书亚点样去做好呢个题目啊？佢去祝福同埋支援摩西。我哋点样见到以利沙做好呢个题目啊？我哋知道佢服侍以利亚。但系我相信最好嘅一个嘅人物，去俾我哋其中一个最详细嘅教导就系大卫。因为大卫不是跟着一个好的受膏者，可以说他跟着一个被鬼附的受膏者，差不多可以说杀人放火什么都做得出的一个受膏者。这个受膏者他自己会为自己的私欲，他将自己的得力助手去歼灭排除异己。简单来说，扫罗不是好像以利亚那样，扫罗不是好像摩西那样，扫罗就是扫罗，是一个被鬼附的皇帝。但是我们看见大卫点样喺呢个光景当中自处呢？咁我哋就知道点为之合神心意啦。嗱，当然啦，如果一个人喺一个好嘅受膏者底下，都仲要恶待佢，呢啲人一定死紧吓，唔使谂噶啦吓，即系佢哋喺神嘅面前系可以话被咒助嘅一群。但我相信最重要嘅难题就系其中一样会挑战好多人嘅自私，或者一啲可以话喺信仰上后退嘅人，就系、是。自私人会说，哇，我们不难为神的受膏者，那受膏者有错误怎样？受膏者是被鬼附的怎样？受膏者已经是离开神的旨意又怎样？或者受膏者伤害我又怎样？其实这些教导你发觉在圣经多的是，其中最详细的圣经用几十章圣经去记载的，就是关于大卫王怎样去面对扫罗。就好像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11节所记述，大卫听到关于扫罗和约拿单死了之后，第11节讲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号禁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而事实上由这一节开始，我们看到整章的经文，大卫甚至去为扫罗去作哀歌添，呢一度就系为到大卫同扫罗之间嘅关系画上一个句号。但系我哋真系要了解大卫系点样唔难为神嘅受膏者，呢几节圣经系唔够嘅，因为呢个只系一个总结嚟嘅。其实原来之前我哋会睇到撒母耳记上成卷书卷就讲到扫罗同大卫之间嘅关系。我们尝试看撒母耳记上第24章第6节，在24章讲到大卫其实是得到一个可以说去伤害扫罗的机会。而在第4节就这么讲，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你会看到他不是立刻杀了扫罗，他只是做一样东西，就是割了扫罗外袍的衣襟。但这件事之后，你会看到大卫的心为什么得到神的祝福，而是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跟着第5节就说，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在这里大卫讲了2次提到在他眼中扫罗其实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记住，他是被鬼附一路追杀大卫，现在甚至大卫是有机会去伤害他，但是只在扫罗的身上割下一件衣襟，他都已经自责。而跟着第7节讲，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用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
在跟着这件事之后就更加戏剧性，大卫甚至伏在扫罗面前认错。你会看到其实大卫不用的，就好像正话那段经文说，神已经将扫罗交在他的手，但这个就是大卫合神心意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在这点上犯罪，因为他眼中去看扫罗是神的受膏者，而他两次都这样说。而事实上如果你看回这几十章大卫和扫罗之间的关系，大卫从来甚至连言语上都未得罪过扫罗。我们上次看《撒母耳记上》第26章第9节，在这里就是在上一次事件之后，扫罗继续要追杀大卫，一样要将他置之死地。另一次大卫一样是有机会去杀扫罗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第26章第9节就这么说，大卫对阿比西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因为很简单，就是说大卫的同伴阿比西去决定就要为大卫去杀了扫罗，因为这个人是不断追杀大卫，而事实上今天正是时候了，他们进去这个 camp 里面的时候见到扫罗睡了在这里，而他旁边的武器就插在地上，而扫罗完全不知情，完全不知道他们来到，但是大卫没有找着这一次的机会去杀他。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认知扫罗虽然今时今日是变了，但他仍然是神的受膏者。而事实上在撒母耳记上第26章第16节，他继续这样称呼他，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看看王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这里就是大卫去对扫罗这些手下所说的说话，仍然他称扫罗是神的受膏者。而在这一点，其实大卫给了什么功课我们去学习呢？诗篇105篇第15节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心里紧记主厚恩，并从未忘掉神恩，我心决意要奔跑天路，随正悔疚常坚稳，坚决跟我主脚中，于世间发光除黑暗，纵经挫折面对不可能，愿傲然确信恩主长道人，攀射共向着一路长延着恩赐兴奋，我的心志要切诚恳，盼一生里效法神足印，求可将心志热诚奉承，献出心真之奉上光阴，求可坚守信念永不失却，每天释放信心依靠神。